今日明艳师傅。来不是很多那种单亲家庭的，对呀，张一会儿他爸妈都是重庆的，我特不是二幺，那不是结果要参与方案不理解，只能说是自己想去参了。啊，那可以不要。我懒得养小孩，压力很大哦，确实。我其实我想了。养完狼来玩的你呢？年轻小伙伴，不是啊，那就是要求很高。我这手里不是三千了。不养，我养二打一。好好好。这两个是天上的饺子。好好。旁边啊，我觉得有几百个。反正当时想就。